回忆和忘记好像一对矛盾的词，我都没想过这一瞬间都是我回忆的东西，都是我需要忘记的东西。渴望一个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。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。有没有人来讲过这首《陈年》送给你？油嘴滑舌的男人。没啊，讲真的。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。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暂停。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。香港动乱，屋企间公司又倒闭咗，再加上动乱，你都唔好去啦。你讲过，无论你去咗边，都会带着我。你估我想走咩？我就算我有多一张船飞，我都唔会俾你过去同佢挨，因为我咩都冇。我可以不要船飞，但是我可以等你。我同你在一起18个月，我都同样可以再等你18年。但我不想啊，我不想你这样等我。Thank you.
在大陆赚了不少钱，在那边做了一笔生意。在干部嘞？就在长江那边。对，你还记得那个谁吗？搞咩啊？咁耐咯，仲睇？我还没说是谁呢。两年了，可以回去看看他，没准人家还在等你呢。喂，妈。仲好啊。身体都好啊。唔使担心啊。我知道，但我仲想等佢一段时间啊。仲两年，不如我等多佢一段时间。好啊，好，就咁啊。拜拜。Ya si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, quizás, quizás.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.Y tú contestando, quizá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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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izás. 陈阿姨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侬哪能来了？哦，回来看看你，然后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侬是讲齐国吧？对。那你最近有看到过他吗？搿几年好像没看到过伊。没有啊。哪能啦？看侬好呀。我没事。是这样的，如果下次他回来的话，你能帮我把这给他吗？好。没事体，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侬进来坐一歇吧。不用了，那个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那待会啊。好。拜拜。哎呀，齐哥，侬回来啦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久没回来了。几年前月子来寻过侬嘞。那他现在在哪呢？不晓得，伊讲了眼闲话就去了。哦，对，伊还有么子留拨侬个。那留了什么嘞？哎呀，侬进来讲嘞。哦，好。就搿个。那就这个么子呢？好啊。那有啥事体侬讲啊？你先忙。好的。我明白，喺呢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失去。但系我又惊喺呢个秘密赶入树洞之后。在某一个人潮人海，我有一个街角，一回头，我又看到你。如果有多一张船可以的话，你会不会同我走？